人间事啦，一念升起，菩提啦，千秋，这人所造成的战争动乱，这叫做多兵劫。到底呢，他们要争什么？这样的破坏啦，争来的国度呢？又是能做什么呢？满目疮痍，如何复建建设？看了也感觉啊，千斤万大，好沉重的压迫在心灵里，好重，好重。在乌克兰的周边呐、啊，大量的难民数，那样北里一一啦，这种画面呐、啊，看的总是呢不自觉的会红了眼眶，也是呢。眼泪满眶里，到底他们何时啊？这样亲血亲情，那样难割舍的，什么时候再回来团圆呢？那一刻真是生离死别，所以。看到了，真的是很不忍心。气候很冷，很冷。他们能带多少保暖的出去呢？有的啊，是来不及那样的轰炸逃难呐、啊。是什么都没有带的，也有，这实在是苦啊，难以言喻。要代替他们形容那、啊、身心之苦，我们无法代替他们来形容，但是。我们一定啊，人伤我痛，人苦我悲啊！他们现在伤亡，能逃难的那一种的悲苦亲情车里，这种硬心心的安尼剥夺他们的亲情。亲像爸的咧，不会感官多苦啊！只能这样来形容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听到了大声的笑声，心里听来呢很刺痛心，会想到了那里的声音。是哭泣的声音。我们在这样的平安的地方，笑声啊，就会想到了他们的哭声，多无奈呀！我们现在真正的大灾教义呀、啊！现在的科技发达，让我们呢能透视到遥远他们的现在此刻这一秒钟，他们活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眼前所看的，这样跟我们同一颗地球。
跟我们同这一片天，他们在那里是需要有人帮助，需要有人给他一分一点的力量。也看到了爱心人供应啊，又饥又寒又累的难民，虽然他们跟他无因缘，也互不认识，有爱心的人就是无缘大慈，这就是无缘大慈。而且呢，人苦我悲，他们受苦难，我心悲啊，所以爱开阔心胸，如何呢？给他们把握因缘，有一餐的温暖，给他们呢归白御寒的衣物，任凭他们自己选择。这都是呢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这一波的难民潮是浩荡长，无法一一的那样的拥抱着的供应，因为人都互不相识，语言不相通，所以要帮助人的人的人数不成比例，所以呢他们只好呼唤大家的有爱心有力量把物资呢收收的集在那个所在，由他们自己挑选。看到他们这样这样贵啦，需要啦，免买啦，可以拿到啦，心情很复杂，有了物资少了温情。假如呢人可以把这一件厚厚的衣衫披在他的身上，还跟他有一点呢肢体的互动一下，那会更温馨，更有人情味，那叫做长情。不只是呢解决了他们一时的寒冻，假如人还可以接触了这种，还多一份情，人间长情。这个动作啦，给他们呢永远都会记得。语言不相通，彼此不认识，互无相似之言，可以给了他，虽然呢将来还是不知他是谁，但是心灵记忆啦，是一份情。所以这呢可以让时间长流，时间的东流啦，会常常在脑海中，这一股脑的记忆会影响他的心灵，他也会延伸的这份的温情，他也可以舍，将来啦他有力量，因为呢心脑中啊曾经呢有接受过，很自然他等待有朝一日他也会启动他这一份的
长情延续的过去，接受别人的这份情，换他延长下去，帮助呢需要帮助的人，发挥他的热情，他的爱心，能这样，这个世间呐、才有改变呐、化劣气为祥和，这就是呢，我们要努力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